亲爱的群友们，感谢你们一路陪伴，感恩你们一路帮助，拥有一个高质量正能量的群真好。课前水而窥聊，课高谈而阔论，把郁闷排解，把浮躁化为乌有。因为有缘，我们在群里相逢，因为真诚，我们成了隔屏的群友。最温暖的不是春天，而是群友们的笑脸，最惬意的不是阳光，而是群友的祝福，最浪漫的不是桃花漫天飞舞的季节，而是我们彼此的牵挂和那份温馨的问候。衷心祝愿祝全体群员开心快乐每一天。今天是7月25日，我要送你一份祝福，愿你拥有长长久久的幸福。夏天最热的时候要到了，再送你一捧繁花似锦，把你清凉过夏，看到的朋友真的太幸运了，把所有的好运气送给你，真的是太美了，能看到这些美好的事物是今天最幸福的事。祝群友们开心自在，幸福快乐，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利，快把这份好福气送给最爱的群友们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